因怎啊转落去？你能发财？一个人会当请十八九间公司。咱台南市对五月天变作九天玄，一款的政府爱我无？多处，我伫台北租23,000，伊会当租8,000，困到天光，阁会当加早餐。有别人的某你敢用无？民进党也是人骨头砍，我逐条逐条都甲讲出来。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愤怒的台湾人民，伟大的台南市民，大家赞，大家好。这个阿爸的政府，贪污的政府，咱在欠疫苗，因甲咱贪疫苗，咱在欠快筛。因甲咱欠趁快筛，咱咧无口罩，伊讲有国家队，害咱逐工爱排队。当你确诊，你药品就排不到队。咱咧国家讲咧欠电，因甲咱讲绿能发电，结果因怎啊转落去绿能发财？一个人会当请十八九间公司。咱台南市对五月天变作九天玄女，全部拢是派黑新青的公司来咧吃咱的饭馆钱，对不对？对。咱咧欠人，伊去找一间50,000的公司，安尼会当买6,000,000的鸡卵入来，刷到个坑个派，偷这人命。一看咧政府爱我无？爱。爱我无啦？爱。国民党推出一个坚毅不能不机制，艰苦出身南部囡仔，因为有效，唔甘士大人伤侪负担，找个较老汤，最后伊选到警官大学，一生为着台湾的治安，用生命奉献来打拼，好友谊，对不对？凡会做代志的人，真真正正会用特征组来甲过去贪污查个1,200好官吏，咱全力来听信好友谊，安尼好无？以前因老爸也是警察出身，有因老爸优良的家风。伊来继承，过去伫立法院用着伊正义的声音，为咱人民来发声，为咱台南来争取权益。伊无亲像咱干那晓租厝，我伫台北租23,000，伊会当租8,000，困到天光，阁会当加早餐。参别人的某你敢用无？我甲你讲，因的服务处叫阮喷餐，咱警方。有够紧，3点钟就抓到啦！报告委员，歹徒已经抓到了，是不是要甲告？伊讲我不提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混杂的人，伊莫叫傲，所以一个立法委员，品格有重要无？有重要无？无人敢讲，都我干阿我尔。台南市我专门咧讲车的，民进党遮死人骨头砍，我逐条逐条都甲呕出来。哦，安尼表示恁拢知啊，恁拢无要讲。所以，一摆是陈奕迅有最大的机会，王家珍、姚正义、侯友宜、陈奕迅，拜托大家用你的选票干这盘，唔通让伊孤单。感谢大家，下午13。